杨思琪现身为贤雅集的活动。哇，见到思琪妹做乜嘢啊？瘦咗咁多嘅？原来佢话呢排病，所以瘦咗啊，仲要病得好紧要。佢都话未试过八日里面发咗两次烧啊，有啲咳啊，所以其实要隔离自己啊，唔系隔离个女吓，做乜搞到病？冷亲啊，可能做嘢上，好似冷热系啊，冷热热系啊，消瘦咗几多啊？其实冇将自己称上去磅磅嘅，但系啲衫有啲松咯，系啊，系啊，同埋块面化妆嘅时候，吓点解侧边冇晒啲肉噶咁啊？系你本身几多磅啊？本身99度嘅，哇！本身都咁，我想就瘦三啩，三磅啊，唔知道，瘦啲三，我唔知道三四磅咯，可能系啊。但系最紧要系个面色要好啊嘛，瘦唔瘦都唔紧要，个面色唔好咁青啊，个嘴咁苍白啊，咁样咯，系啊。